请保佑我。让我熬个汤，为祝方补补身子。大哥哥，请保佑我。干嘛？村长，手下走。许伯，是你们连说少侠只分了一队。村长，不错。某天，不过好吧，多谢村长。搜索期间，少侠。确实也没什么头绪。
哟，大夫，两那洞条。嗯，大侠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多谢大。此外，哎，段兄，此处人多嘴杂，可不知是。好吧，好，段。来来来，客人是要打尖儿还是住宿呀？乡野村夫，大爷我还不。世间毒物变幻之奇，委实可畏可怖。我这儿的铁器保证耐用。嗯，怎么了？青调蛇窟，哼，真是你们兄弟，哼，
来。村里，咱是豹王寨的人，姓黎的，是，原来是你们，在用小女孩，还是先去兄弟说，行了。可恶，是我大。小妹妹，没妈妈，不错。看到我在忙，小静，大哥哥，放心。
妹妹啊，小青就是要是下去吃吃，哪个哥不错，你别哼，去替我把妈妈村长当心兽侠什么为了小子怎么办，小青就是他没心和你这混哼，就让俺先刚刚是我果然怎么回事，你官府兵马指挥苦事，哎妹妹啊，那些在我这样我吃这性命，受下来哥哥只要有咱们给我是好好好
少侠。少侠去。哦，田大哥。是的，哎呀，我没事。树沿着关大哥哥。今晚做什么菜好呢？说故事给小青听吗？小青最爱听故事啦。大哥哥，你找到徐叔叔了吗？饭后一口烟，快乐似神仙。干嘛？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今晚做什么菜好呢？小心点，别踩着咱们的作物。看着金黄的稻田，小心点，别踩着咱们的作物。看着金黄的稻田，
黑。小心点，别踩着咱们的作物。哼，看我忙成这样，也不过来帮忙。干啥？
小心点，别踩着咱们的作物。看这金黄的稻田，没看到我在忙。没看到我在忙。Thank you.
嘿嘿，没看到我在忙。Thank you.
挡到我了！你挡到我了！你挡到我
为。干嘛？干嘛？